这个算是第一针疫苗吗？还是第二针在医院打的？其实这一个月，就因为今年那个不是正好赶上上海在休赛期嘛，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从生到就是住月中心一个月，我都在陪着他。嗯，所以说就是对这个孩子这个东西啊，包括他怎么照顾的，还是相对了解一点。我这个咱们今年比较特殊嘛，也基本上都是封闭的打比赛。自从那个老婆怀孕到生就见了三面，就见了三次，所以说我合计现在休赛期正好有机会，就能多陪一陪。嗯，但是你说像我们这个职业球员，不能不训练，就不可能天天陪着。但是有时间了就多陪着老婆，就他现在还是有点小，就是说跟还不能跟你互动。现在大一大觉得两三岁了，他就能搂着你玩了，就你主动找你了，那就更离不开了。大概早上8点多就去医院了，做一些准备吧。啊，他把他推进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产房外面去等待他，就是小孩就是出生的那一刻嘛，把他推出来。我一直在外面，就感觉就是挺焦虑的，也担心老婆，也就是担心小孩，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就当孩子推出来那一瞬间，就觉得可能一是肯定是自己的责任更大了嘛，再有一个就是突然多了一个人需要我去照顾啊，需要我去承担他往后的一切，就是觉得自己当爸爸了，突然那一下就是觉得自己责任真的是很重大了啊。毕竟爸爸和女儿就这种关系吧，就是因为我现在每天看见他就就喜欢的不行，就是总想和他，因为他现在还小嘛，每天可能睡觉多一点，就是互动少一些嘛，就是还没有，可能会大一大的时候互动多了就更离不开了，就现在就是觉得他想干什么就会无条件的付出的那种。哎呦，可怜的，哎呦，不能不吐眼泪，哭出来了，哎呦，哭了。好了，他现在没小孩嘛，完了之后他看见了肯定也是，就是也是好奇心比较强嘛，完再加上也很喜欢，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私下关系不错，就是他来了之后也是把，就是他想认他当干女儿嘛，就是那种也是想是把自己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就是也是特别喜欢的。正好赶上他来那天，就是520那天嘛，就比较巧，我们不发了一个微博嘛。首先肯定是不舍吧，就是和女儿分开，肯定心情特别不舍。但是你没办法，因为现在还有事业嘛，就是你必须要做出这个取舍的。可能给我就是。那个关注最大的应该就是那个北京的这个大裤衩吧，那个标志可能比较熟，因为我家离那儿也比较近。可能其他的我对北京就了解不深吧，就是在北京的时间不是特别多，对北京这个很多就地理位置可能还不是特别那个透彻。可能在以后，可能这孩子出生之后，未来上幼儿园啊、上学啊，可能孩子都会在北京。可能未来的在北京生活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对。
Hello。可能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会发一些关于我现在现状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这个一个表现，也是对我自己也是，就是可能也是想就是让大家更了解我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那首先我可能从小打球吧，就是一个有特点的球员，对于我给自己的定位可能也是就是去巩固我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场上打球的时候也是秉着这种原则去展示自己的特点，可能平时训练当中啊，包括比赛当中，可能就是对投篮这方面的可能出手啊，包括这个进攻终结比较多吧，可能大家就是可能这种标签也是通过我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我可能就是投篮比较准啊，标签是神射手啊，这些我觉得都离不开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吧。我也有一点就是自己的这个坎坷吧，因为之前我在辽宁三年也没打上球嘛，完之后从辽宁出来就一直也没有放弃，就是自己有这个心里的一个目标吧，就是想去在球场上证明自己。完来到山西之后，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上场时间之后，也达到了觉得自己能达到的这一个水平嘛。我觉得科比是可能咱们这代人，甚至就是几代人，就是都比较崇拜的球星吧，因为他不管是在场上和场下，包括他的训练，就是这种历史性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代运动员来说，其实都是就是很大的这个激励吧，所以说他的这种精神肯定对我们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当中，肯定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也有很多地方都是会向他学习，不断的去提高啊，包括在训练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很多方面嘛，就是说都会去向他学习。因为这个赛季球队这个有一些变化吧，包括有新的教练、新的队友来融入进来，可能对球队来说都有一些挑战。那可能前期有一段时间球队这个成绩不太稳定，包括这个新的教练带来新的东西啊，包括新的队友之间的磨合吧，这一方面种种原因吧，可能给球队带来了这个成绩上的下滑。可能我作为球队的主要球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承担更多的，可能在每场比赛的上场时间上啊，包括这个得分的任务上啊，方方面面吧，可能都要就去做的更多吧。山西队是我职业生涯第二支球队吧，我从小在辽宁长大，这是在辽宁打了三年之后，剩下的六年时间都是在山西队度过的吧。山西队给了我很多吧，可能我之前也说过，他给了我展示自己的舞台，我能有现在的包括成就与数据吧，可能都是山西队这个舞台是成就我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山西队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和印记吧。因为这座城市的球迷对这支球队是非常热爱的，也非常支持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目共睹吧。每场比赛不管成绩好坏，都有这个固定的这一批人来到现场去支持球队，这对无形当中对球员来说就是会有很大的信心，包括我自己，就是说不管是发挥好与不好的时候，可能背后都有这么强大的球迷去支持你吧。对我来说，就是山西队不管是球员呐、管理层啊，包括球迷啊，在山西队这六年当中吧，可能是给了我就是很大的这个帮助。现在已经有家庭了，有孩子了，你不能说你只有事业，你不管家庭，也不能只管家庭，你不管事业，可能这就需要我自己看是怎么去分配吧。能在不家庭这块也能照顾的情况下，把事业也要做好，这可能就是看我自己的能力。毕竟山西给了我这么多的就是这么多东西吧，让我能在这个舞台上有所展示。我的第一选择肯定还是想
就是继续为这个球队效力，把自己的这个能力都能发挥出来，在场上不管是作为一个老队员也好，作为一个球队主要球员也好，就是发挥出自己的该有的作用吧。